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？工作、朋友、爱情，还是家人？曾经，我是一个为了家人而努力工作的人，不分晴雨，随传随到，永远笑脸迎人，就是希望让家人可以过上好生活，并且让我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。然而，从小柳丁出生的那一刻，我的人生不再是原来的那条轨道，仿佛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会通往哪里。这是传说中五个月的宝宝。对啊，哎呀，那个手跟脚都看到了。被你们羡慕一下。那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？还 OK 啊，我真的好期待哦。那种感觉就像，就像拿到大炮一样开心。比拿到大炮还开心。那像你喜欢吃柳丁哦，酸酸的很好吃哦。对，有时候没有胃口就想吃柳丁。我老公说，既然那么喜欢吃柳丁，那好，我的宝宝就叫做小柳丁喽。哦，哎，那小柳丁什么时候要出来啊？预产期是11月8号，到时候就可以跟小柳丁玩喽。好期待呀！哎，这样子11月8号，接下来这几个月，你如果啊有要做什么产检，还要干嘛的，需要请假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的业务我都可以帮忙处理哦。不用啊，我身体还 OK。而且店长感觉希望我把自己工作做好。哎呦，店长就是这样啦，又不是你能力强、业绩好，当初听到你怀孕，搞不好还把你给 fire 了嘞。你看那面墙，你自己看，你拼成这样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拼成这样，嚯，这个，你看，业绩百万经纪人李嘉玲，性别平等工作法有说。雇主不可以在受雇者结婚、怀孕、分娩或者是育儿的时候解雇，所以店长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不会轻易的 fire 我 ，OK？ 而且我也有答应店长，会把我该做的工作都做好啊。我知道，你这么努力拼业绩，都是为了要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啊。可是哦，工作再怎么拼啊，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嘛。尤其你现在肚子里多了一个小柳丁，你更要好好保护它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赶快，谢谢你。哎，谢什么啦？总之，该请的假就给他请，而且法令有说啊，怀孕期间可以请安胎假，还有期间的产检假，可以领全薪或半薪。哎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不请还吃亏，知道吗？不告了。好啦好啦，还在聊天啊？啊，店长。啊，该去跑客户还不赶快去？聊天就有业绩吗？店长。好，谢谢。快点。店长，嘉玲，你跟我进来一下。要不要这里？等等。走。怎么样？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哦，最近肚子有时候还是会紧紧的。不过没事，所以你还是会不舒服啊？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带客户去看房子吗？嘉玲，我是在想，你要不要干脆先留职停薪，或者是先离职，对你来说会不会比较好？店长，我身体还 OK， 我可以继续工作。我当然知道你可以啊，但是你最近请假请的有点多，已经拖累到公司的绩效，总公司那边也已经在盯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得不把你的考绩打冰灯喽。店长，我会改进，我会减少请假，提升业绩，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嘉玲，我们一样都是女人，我当然了解你的状况啊。就像那个时候，为了晋升到店长，选择放弃生小孩。才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业绩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你要的到底是什么。
叫六弟乖乖待在妈妈肚子里，让妈妈好好工作，这样才可以一家人好幸福哦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看看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有了，有了。你好，看看，看看，看一下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看看，看看哦。下。哎，要不要再看？嗨，房屋你好，我是张雅慧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陈三妮。哦，嘉玲啊，院长，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，哎，应该是出门签约了吧？没有在家。哦。跟他讲，嘉玲。啊？你刚刚物业几点？1:30，你知道都办公室吗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帮你跑一趟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你就安心好好休息，好 ，OK， 好，没事没事 ，OK， 好好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嘉玲出血要躺床哦。对啊，从她怀孕之后啊，3不5时就要请假安胎，状况很多，大家工作全部压在我们身上，她是很脆弱吗？就是说啊。哎，我现在自己客户就很多，都快要忙不过来嘞，我还要帮他带看客户。那这样之后业绩到底要算谁？算他的，我的，算你的好了。怀孕会大吗？我是觉得啦，每个人怀孕状况本来就不一样啊，这种情况大家也不想看到嘛，对不对？是。这种话就不要说了啦，我们要多一点的爱 ，OK？ 多一点爱，是是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就这样交给你的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在你们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棒棒业绩，拜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你哦。请好假了吗？嗯。还在不舒服啊？还好。躺着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明明才刚跟店长说不要乱请假，结果马上又麻烦雅慧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好好休息，不要一直想工作的事嘛。对不起，麻烦你请半天假。干嘛对不起？性别平等工作法有说，我有7天的陪产请假，今天请半天就好，留一些后面再请。对我来说，我的大宝贝跟我的小宝贝最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小柳丁，你才5个多月大耶，妈妈就请了10几次假，爸爸也一直请假，一直请假。你要乖乖的，等你长大出来之后。爸爸陪你一起调皮，现在先不要，好不好？哎，他动了，哎，一定是听到你说话了。有没有？我真的要去上班了。今天可能会加班哦，有什么事就打给我，不要怕我在忙。赶快去，老婆加油，陈小丁加油哦，嗯。爱你哦，我们也爱你，加油，有事就打给我哦。喂，瓦大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今天想看房啊？哦，好。
小柳丁，我们这次不要麻烦雅慧阿姨了，你陪妈妈去上班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就是这里啦，就是这里。我很喜欢的耶。安静哦。嗯。对呀。好像是那里。好像是那里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李小姐吗？瓦丹先生。哎，是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到了。哇。这里格局很方正，采光也都很好哦。哦，好。是。阳台很漂亮，阳台很大呢。来，里面请。哇，没有拖鞋。哇，那么哇，有附家具哦。啊，对，家具都是附的。如果买的话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很漂亮哎。来，好的，我开个灯。哇，都可以看哦，都可以看。哇，这边离捷运站、菜市场都很近，学区也很好，都是走路十分钟可以到的。哇，很适合像你们这种的小家庭。真的嘞，老婆，哇，他离我的公司很近嘞哦。老公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棒哎，只是我刚刚想到那个预算的问题，我们可能有一点预算的部分都还可以跟屋主谈，重要的是你们喜欢，我觉得能够找到自己梦想中的房子是最重要的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李小姐你讲的很有道理呢，能够跟心爱的人哦有一个家，那是最幸福的事情，尤其是下班以后，如果你很累。啊，你回到家，有一个人在家里面等你，还煮了满桌子的菜，哇呀，那再累都值得了。你会煮菜吧？哎呀，你们有小孩吗？有，我一个儿子好皮哦。没有这个了，这个大儿子吼，皮到皮都松掉。我什么皮都松掉？如果松掉，我就把它拉开来，把你的脸包起来，这样子脸就包在一起了。啊，哎，你怎样怎样？哦，我觉得你怎么？没事没事，我肚子里也有一个皮的。哦，你怀孕了？啊，对。你怀孕你还走那么多楼梯，你赶快坐下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你先坐。那都怀孕了还带看哦？还是你要喝水？我去买水给你。没关系，我深呼吸一下就好了。好。李小姐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身体不舒服就要好好休息啊。嗯。那么拼干嘛啦？哎呦，我会不好拼，那因为我觉得啊，看到客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那个才是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又最幸福的事情。可是你这样子忽略身体给你的警讯，如果真的出什么事的话，对你的家人还算是幸福吗？对呀，那不能开玩笑的呢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来哦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保持联络，你要保重哦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好，谢谢哦。有喜欢再跟我说。没问题。谢谢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帮我放下去。我们现在手上这些案件以及客户，之前是嘉玲在follow的。不过嘉玲因为怀孕的关系，所以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把它分给大家。这些案件跟客户之后就拜托大家了。但嘉玲，这些你给出来了，那你业绩不就没了吗？我跟我老公有讨论过了，现阶段医生还是说先以小柳丁为主，所以我需要更多时间安胎。嘉玲，你嘉玲啊，打一九，打一九。你已经破水了，我们现在送你进产房。啊！继续深呼吸，继续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再撑一下。小六弟，我妈对不起你。
还好吗？哎，这到底还好吗？你跟我说啊。小柳丁他，那他只有727公克，31公分。是你的问题，是小柳丁，他迫不及待想要出来看我们啊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带我去看他好不好？因为我就想要抱抱他。宝宝，等一下，小柳丁，他现在身上都是管子，可能没办法抱。但是医护人员他们都很用心来照顾他，所以你先不用担心。那我待会问护理人员晚一点能不能去看他，好不好？我先给你看我刚刚拍的影片。好。前面坐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小柳丁真的好小哦，怎么会这么小？对不起。查理。雅慧。雅慧，你身体都还好吗？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看你的。这是店长要我带过来的，他现在超忙的，所以就派我代表过来了。谢谢。不会。坐啊，坐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突然生，一定害大家要干嘛？哎呀，你说这干嘛？店长有说要你不要太担心这个，好好照顾身体。雅慧，我想要请你回去帮我跟店长说，等我坐完月子，马上就可以回去上班。这么快？不用这么急着回去啦。我原本是想说。等我们出院回家之后，我会顾小柳丁，你才有时间可以好好休养啊。对啊，而且按照规定，你有8周的产假，而且还可以领全薪，哎，不用急的啦。可是，是小柳丁才出生4天，医生说他的状况要在保温箱住到预产期那天，之后回家又要一路顾到学龄前。我怕你一个人这样子负担会太辛苦。谢谢。但是钱的问题，我会想办法。你好好休养，不要担心。嗯。对啊。你不要太担心，也不要太勉强自己。我这边也会帮你想想办法的。雅慧。我从怀孕开始就一直麻烦你，现在连生了都还要。哎呀，不用说这个啦，而且，等我生小孩之后，还要麻烦你 cover 我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要。生命总是有很多意外会发生，而我们只能承接一切。
嘉玲怀孕的过程很辛苦，小柳丁也很辛苦，所以我身为丈夫、父亲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两个无后顾之忧的好好生活。夜晚总来得太从容，伴随着寂寞，无处可躲。可是，从嘉玲怀孕到现在，所有我还能请的假，通通都请完了，还是不够用。怎么办？隔着玻璃窗，等待天亮。早产儿的医药费用这么高，真的是我们没想过的。但是孩子都来了，不管生活再怎么辛苦，我们都一定会接住他。小柳丁，妈妈有了你之后才学会什么叫坚强。妈妈对你很抱歉，因为你一出生就必须坚强才能来到我们身边。小柳丁，妈妈拜托你一定要坚强哦。店长，嘉玲怎么来了？我来送明月蛋糕，谢谢。是吧？嗯。大家怎么都不在？哦，最近人手不足，所以摆车的比较忙。店长，我已经坐完月子了，可以回家上班。看你觉得这周方便还是下周方便都可以。嘉玲，我知道小柳丁早产。你一定有很多随时需要照顾他的地方。如果你回来上班，真的有办法两边都兼顾吗？我会努力兼顾好的，让我回来上班吧，店长。我不那么建议。之前的津贴是投保薪资的60%，现在劳动部将津贴提高至80%，最长可以领6个月。我是觉得小柳丁的开销很大，如果我不回来上班的话。我怕我先生自主撑的会很辛苦。嘉玲啊，我体谅你的状况，但谁体谅我呢？我是这家店的店长，我必须管理每一个人的状态，提升公司的业绩。你很棒，你真的很棒。可是我现在怎么让你回来上班呢？嘉玲，我知道你想赚钱帮忙家里的心情，但我也很清楚你后续所会面临的各种难题。如果你回来上班了，一定有同事必须 cover 你的各种状况，这样对我还有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，你明白吗？好，店长，我知道了，我也再回去想一下。那我先走了，队长。
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？喂喂，李小姐吗？嗯。你的孩子现在状况不是很好，身体有点虚弱，医生请你们马上来医院一趟，请你们赶快来哦。我马上到。我不知道这辈子我会需要为这个孩子操多少心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放弃了他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帮他。小柳丁，你能来到我们的世界是多么不容易，妈妈一定会努力给你一个有爱的家。你走向妈妈，妈妈就会紧紧抱住你，陪你勇敢跨出生命中的每一步。即使这段路很辛苦，必须放弃所有，妈妈也永远不会放弃你。彩虹啊，好棒哦！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要去找店长来？哦，对，妈妈看一下时间。那我们收拾收拾就准备出发吧。刚好爸爸要下班了，我们顺便等他下班好吧 ？OK， 记得带着你的话哦。那我们来收拾吧。那我们有请麦克风回家。OK。我们要到哦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耶！欢迎，哎，嘉玲，店长在吗？啊，他在，我帮你找他。美心宝贝，妈妈跟你说，这里就是店长跟妈妈上班的地方。哦，你也不是都在家用电脑上班吗？对。因为呢，店长也给妈咪工作，让我可以在家里一边陪你一边上班，所以妈咪也算是这里的员工哦。哦，嗯，小柳丁，墙壁上面还有妈妈以前的奖状耶。店长还有魏姐姐，就不见了。你们太想我，多想。店长这么急的找我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就公司啊，打算跟那些万年拔蜡剑的客户谈合作。看是要怎么分那些装潢费，然后让我们来做代租代管二房东，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听起来很不错哎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才想说，可以由你负责写企划内容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一边在家工作，一边照顾小柳丁。嘉玲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还有小柳丁照顾好，工作的部分我会再想一下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好吗？怎么样，我们这样的合作模式还不错吧？谢谢店长当初想到这么好的办法，让我可以顾小孩又可以工作，也帮先生减轻很多负担。不用客气啦，我们都那么熟了。走，我们去后面聊一下工作细节。小柳丁，走 ，Go， 走 ，Go，Go，Go。哎呀 ，Go，Go。小柳丁，爸爸来了，家人回来了。今天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我也很想你哦。生命当中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？曾经我是一个为了家人而努力工作的人，虽然我在黑暗当中迷失了自己，但小柳丁仿佛就是我生命里的光，坚定地走向我，
指引我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也让我找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。我们会一直牵着小柳丁的手，直到牵不动为止。